做运动就身体好，呢日 Hebe 咧就带领住100个女仔一起做运动成一个钟头嘅，而且仲亲自挑战包括极限战斗、核心训练、基础瑜伽同埋流行舞蹈等等四大美力学分课程添。而做完之后，佢都不知几满足诶。刚刚的运动量真的很不错，然后非常的平均，有 boxing 非常的那个。有氧度非常的高，心跳很快，然后 training 不管是屁股的肌肉、手臂的肌肉、核心肌群，然后到 dancing 最后 ending 的地方，我觉得也非常的有活力，然后中间还搭配了一点点那个瑜伽，让我有喘息的空间。咁又系啊，随住年纪嘅增加咧，就一定要做多啲运动，确保自己健康啲啊嘛。好似 Hebe 咁啊，就啱啱过咗32岁嘅生日啦。诶，咁有啲咩愿望先？希望身体健康，大家平安。然后第二个愿望，好像有许，因为我有切好几个蛋糕，然后我就分超多个愿望，就是有一个愿望是希望我的两位姐妹明年有做人的计划，希望他们都可以很顺利的生下很平安健康的小孩。然后也希望 Ella 的专辑可以非常顺利，然后可以受到大家的注意跟喜爱。所以你现在有另外一半了吗？运动的伴吗？我什么时候？对，什么伴？你要问清楚。怎么办？怎么办？